切实际的东西，我看许愿，真没有空。这个话你说一说，你被重口味。我觉得，说不好听的得罪别人，说好听的又得罪自己。怎么说？那我说了。买家房卖家顾客顾虑，吃喝玩乐应有尽有，一站式的服务，手机扫描就可以通行无阻，这些听起来都没有毛病，但是无奇，毫无新意。你也这么觉得？刚才不是这么说话。因为可以让买家和卖家。我是不用上街的老板，我们先。你要在生活娱乐城里开很多实体店，同时推广 online 的 app。12秒。我不太喜欢这种不用上街的老板，我们先。Thank you.